这个叫唐雪的孩子，之前的比赛成绩一直很稳定，是个好苗子。这次的国青选拔赛，可以重点关注一下。嗯，我关注过他之前的成绩，曾经打破了湖城市青少年组的记录，很有潜力。唐雪，你的心意我收到了，但是我现在的目标是考大学，没有时间谈恋爱，对不起。换鞋，赶紧上场了。他的起跑反应有些慢啊。